现在看回去可能就是一些造型吧，觉得当时的造型蛮挫的。角色就是一个非常外放、非常不知廉耻到一个极致、一个高富帅、耍帅，然后又很 over 的一些东西，希望自己做完大家会全世界都给他鼓掌的那种剧情。那一些我可能现在看就觉得这样。对自己最满意的部位是什么地方？最满意的部位，眼睛吗？最不满意，最不满意啊，那随便讲屁股好了。屁股，因为觉得自己屁股太扁平这样。所以现阶段你的理想幸福是什么样子的？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朋友。合作了那么多的偶像剧女主角，所以现在关系最好的是谁？有没有能够让你讲上真心话的？心灵吧。啊，心灵。OK。反正最懒的肯定是我。那谁最勤？客群吧。OK。因为客群可能他之前在忙他的电影。